好了，三位中间，小明中间好来，这边，来。这边下面的哦，好来中间这边，好来中间，好那我们再过来，我记得来到蛮右边，现在是现在开始拍，一直拍到二十号左右吧，会在台北跟台中地区会拍，大约是在台北哪个景点台北那个景点，我们现在都是很难说啊，哪个景点好，哪里好看，哪里不收钱，我们去哪里。所以隋唐这一次他们来啊，会不会带他们去哪里逛逛玩玩？因为他们就是逗留时间比较久。但是我们就是拍摄的行程是在南极，但我们已经有想好要抓时间带他们吃好吃的，或是直接买来现场给大家吃。那中旭呢？这一次来台北演出是徐吉演出的感觉。很开心，对，还没睡饱，对，太早了，没错。那小明呢？我也还没睡饱。小明可以讲一下吗？你除了这部戏，好像还要加另外一部戏，那怎么争取时间去吃美食？我觉得我还挺开心的，因为我台湾朋友很多嘛，所以其实我的饭局已经约到拍完戏之后了，所以每天我相信都会有很多朋友会送吃的过来，如果没时间拍戏的话，永远睡不饱，我怕我永远吃不饱。